小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参观小猪佩奇家的电话。哇，这部电话机真漂亮呀，粉粉的，上面还有猪妈妈佩奇。看电话的边缘，都是星星。佩奇来接电话了。来了，我来了。你好，请问你找哪位？你好，我的主人不在家，有事请留言，谢谢。苏西阳，快来找我玩呀，我是佩奇，拜拜。哦，又来电话了。喂，你好，我是电话公主和米娅，请问主人家的 party 准备好了吗？哦，已经准备好了，欢迎大家快点来玩哦。我们来按按这些数字按键。按键音乐。宝贝，跟爸爸一起唱歌哦。啦啦啦啦啦。爸爸去哪儿？宝贝，一起来唱歌哦！这儿还有灯光呢，哇，特别漂亮！宝贝，跟爸爸一起唱歌哦。转换键，音乐，两个小娃娃。很多好听的音乐呢，小朋友们来猜一猜是什么歌？抱抱我，亲亲我，两只老虎，字母歌，粉刷匠，电话铃声，
小朋友们，电话机我们就玩到这儿，我们每天有更新，记得关注我，拜拜。